穿红色上衣，跟着菩萨心青年力歌曲跳舞摇摆。他们是多伦多佛光青年和佛光关怀组义工，选在重阳节前夕10月21号前往怡康中心关怀长者。唱起耳熟能详的生日快乐歌，在主持人智珊和佛光青年义工们的带领下，爷爷奶奶们跟着音乐节奏开心拍手，不仅能动一动舒缓手部和肩膀的关节肌肉，也让心情欢喜祥和。活动的最后响起佛光青年合唱的歌曲《和谐》，犹如星云大师亲笔作的歌词一样，人间充满征战，现在需要更多关爱，在重阳节传递人间姻缘的真善美。看着长者们开心的样子，也让佛光青年深刻体悟到三好四给的力量。人间卫视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